咁下一個啦，天秤座啦。係啦，下一個天秤座咧，就係、是、反而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完美主義者啦。呢個真係比較少人講。咁啊因為其實天秤座咧，佢始終係金星守護啦，所以咧佢哋其實嗰種嘅要求嗰種完美咧，係要好靚嘅，同埋始終。天秤座嗰種嘅要求完美咧，佢哋係真係空中樓閣嘅，因為佢哋係風象嘅星座嚟嘅，佢哋好多嘢嘅諗法，好多嘢佢係想要求再好啲、再好啲、再靚啲、再靚啲嗰啲咁樣，但實質上佢做唔做到咧，可能係做唔到嘅喎。呢一種可能或者可能叫可能可以叫理想化啦，或者係一種嘅完美主義啦，呢一種可能都叫一種嘅真正嘅完美主義啦。我自己覺得係咁，呢個就會係天秤座一種就比較隱藏一啲，大家未必去理解到一種嘅性格咯。因為一般嚟講，天秤座都俾人嘅感覺啊，好 nice 啊，好舒服啊，好 elegant 啊，俾人啲感覺。佢哋唔會係做咗出面令人哋覺得唔舒服，但其實佢心入邊係有好多嘅一啲嘅覺得不滿啊，覺得唔夠好嘅地方嘅。嗯。